好，我们是东资实业有限公司。我们公司创立于2003年，然后主要是做工业用清洁用品的生产。一开始最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个工业用除油污湿纸巾。那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产品的内容。就是我们的湿纸巾呢，是用柠檬油对油脂做冲脱，所以不限定任何油脂都可以做清洁。然后这个是 silicone。工作的过程中，如果手上沾满了 silicone 应该怎么清洁呢？你只能等它干掉的时候，用泼的、用撕的方式把它做清除，暂缓你工作的效率。那我们的湿纸巾呢，是用柠檬油对油脂做一个松脱，所以擦拭过去，看到油脂已经松脱了。再以这个布织布作为载体嘞，把这油脂给带走。那不断的擦拭的时候，它就会释放出我们的护肤配方。护肤配方是由橄榄油、羊毛脂等乳液用的油脂，来对手部做一个清洁，然后又可以做一个保护，然后又可以防止油污逆回沾到这个清洁的物体表面。那不断擦拭的时候，它只有这个护肤配方会释放出来，所以擦拭之后，这些油污不会再回到物体表面上。不断擦拭只有护肤配方出来的情况下，所以一张纸巾不管它多么的脏，跟一个全新的纸巾的效用是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比较温和，然后物理的方式来清除这些工业用的油脂。